越南，今年就是也会办理一系列其他的活动，比方说像青年舞蹈会为校内的员工生对，那像性教育研讨会，我们是为桃园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准备的，还有每年一度对性别研究有兴趣的很热络，所以今天刚好陈雪又出了他的第二本新书，因此我们就赶快把他抓回来。陈雪是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你等一下听他讲话以后就会觉得很中文了。陈雪的第一本书是皇冠出版社替他出的《恶在塑胶套》，里面说只准18岁以上的人阅读，当然结果呢都是18岁以下的人在抢着要从18岁以上的人手中把这个书抓过来看。现在他第二本书又出来了，《梦游1999》，结果不是7而是4。至于为什么是1994的话，也许他等一下在讲的时候会帮我们说明一下。欢迎大家来性别午餐。开始就是去年以后就遇到了我的哥哥讲的，讲一个非常有趣的。哎，真的，我觉得我每次来中央，我都记不住把日子一件一件挑出来讲。是在离开中央很多年之后，才觉得对这个地方是有感情。当然，那个感情并不是像有一些同学在网络上看到中央了就一定要跟他通的这种感情。我究竟可以怎么改变？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好，讲一个隐私的吧。我遇到我朋友是一件非常奇怪，就是说我跟他分开7年，7年时间我用任何的方式，除了登报以外，当然我没有登报的原因是说我一登大家就知道我们俩的事。那我不知道他的状态是什么，有可能他已经结婚生子了，那我就不是那么说的，怎么找都找不到。那种找法可能就是这样，我说谁，他就说了我名字，叫名字。那种你听到说李登辉突然死了这一类的，就是说那种国家元首突然阵亡那种东西，突然有一个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然后那个名字对我来说就像闪电一样电到我，我就突然流眼泪。对我来说流眼泪是非常奢侈的，就大概是说你做爱的时候那种癫狂之境会不小心有点像哭，那个当然也不是真哭了，就是突然间掉下来，我的掉下来是说是真的吗？我还咬我的手了，我真的好痛好痛，是真的。然后好，那我就很紧张啊，他就说他就走了，可是他有留扣记得号码，赶快扣啊，我不太会讲继续扣，还是努力的扣扣扣。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说实在我是非常的失望，一个你用7年的时间去思念、去回忆、去揣摩、去想象，已经放大到无数倍，然后又缩小又膨胀的人，突然出现在你眼前，原来不过是一个胖胖的、转转有点邋遢的人。那当然，因为这7年来他又胖了很多，他现在很好笑，太过分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压力，可是7年之后，他突然变得非常丰满的女人。哦，对，虽然有点失望，可是我看当我突然又瞄他的胸部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蛮欣慰的。让我完整的看到他整个彻底完全的肉体，然后让我了解他的两部分之后没关系，你要走然后都没关系。我觉得那一刻开始我就可以展开我的激烈的大量的跟人交往的生命。可惜嘛，当然就是他就留下来了。那我们那个热恋的时期又有点长，所以呢，想要发现的机会也是蛮少的。没有，大家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吗？我好像就是一个，你好像有一个藏宝图，那你都还没有到那个，一直看那个藏宝图，看了N年，突然间有人说啊，这里就是开始寻宝的地方，我们又有点路痴，断了。你看我初二女婿的时候写的是多么的一个色相淋漓，多么的被人家包起来，别人很难想象，真的那个之前完全没有这样子，那可能就是过度渴望吧。那个我觉得那些场景已经一一扮演在我的脑中千万次了，我觉得我无需要再来揣摩，我就可以把它实际的操练。可是实际操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点技术不了，那还是要练习的。那天我就脱下衣服，我就对我不能讲那种色的，我就有点就流汗。我跟你讲这个，那我荣幸，荣幸让我会接受。
我很少去家里，我很少去洗头，我有每次洗头发都要洗。对不起。我每次都是我要让他们洗，并不是说我不愿意洗头发。我觉得每次那小姐帮我按摩的时候，我就是没办法自己洗。人家都说他恋物癖啊，我不太晓得，就是试金石的男的。那有人就很羞怯的跟我说：“你那个讲到雪糕的部分，绞尽脑汁，你知道吗？我喜欢很多吃的，不过没讲过雪糕。”我说：“什么雪糕？什么雪糕？”后来才有人很羞怯的说：“哦，没有，他说月经，月经就月经嘛，什么雪糕什么？还有人非常了解嘛、啊，对呀、啊。”我觉得刚碰到了，然后就赶快去洗手类的。那我遇到你们那个热烈的时期，刚好我不巧的生理期就来了，滚滚来讲的啊，我就觉得我真放，真舍不得度过七天没有性的感觉。他没有，他无视一个人，他还跟我说很好玩。我就说太激烈，你不要生气了。对，就是说，基本上我是一个非常迷恋口交的人。嗯，不知道我什么，我迷恋各式各样的。那很好玩，回家之后呢，我就发现他长胡子，就说你有红色的胡子，他很高兴哦，他就去照镜子，他说我被他洗掉，你看这样多可爱。说实在，我们现在是说笑，其实我内心是充满感动的。没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一个人，不要说不觉得惊奇的不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美丽的，是一个性感的象征。他真的一个碗没心，然后大家还得留下来。对，就是这样。其实你家暴，我觉得我们对性有非常多可爱的昵称，比如说他母亲都说：“哎，你怎么还没来？”要不然我母亲是不是他们？一辈子。而且我跟你讲，我现在我已经有一种幻觉，我每次喊得太大声，我就会误以为我在卖衣服。那误以为在卖衣服是没关系，对不对？我们如果卖衣服的时候误以为在做爱，那就悲惨。真的真的，我讲一个例子，我有一段时间差点就去卖内衣了，因为有一个朋友在卖内衣，他想到我，他觉得我是可造之材。这女人对女人总是非常的放松的，他们说：“哎，你小姐，你帮我量一下。”我就是颤抖的双手拿那个小小的皮尺，然后有的人很大方，就把它掀起来了。天啊，那对我来说是多大的震撼！我只是那一天，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大概是找错了十次以上的。然后来我自己就不小心又卖牛仔裤，我想卖牛仔裤没关系，我觉得我连两。